上至巅峰全赛成团的三十位电竞选手的正赛，总共四个赛段。哦，我怎么死的？差距太大了，看我这汗，烦死了。那你就不要打了。哎，正在进行的是全员裂开的第一赛段。点卡呀！我打游戏最接受不了的就是这种。两天后就将迎来首次淘汰。如果输了我就走。我们要不然就一起进，对，要不然就一起走。如果我们输的话，我们内部淘汰一个人，我会投我自己。第二赛段，选手们将自由组建冲击总决赛的队伍。很诚心的邀请你来我的战队，就是人任你挑，你想要谁谁，我一点都不参与。韩哥，来做预判。哎，我觉得他们去的时间越久，显得我们越不重要。我们本来就不重要的呀。我们中也有人会获得带队教练体验卡。这场比赛的输赢呢，会决定你们这个是否有教练。没有教练没意义，这是。第三赛段，胜者组强强对决，败者组将有一整支队伍被淘汰，压力拉满。可能等会儿要淘汰一个的话，大家就可能会真的认真起来。就是真的很喜欢，不想淘汰。加油，要有自信。最后，让我们一起看看总决赛的人山人海。目标就是冠军，冠军，冠军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来来来，杀杀杀！下午拆了，下午拆了。杀他，杀他，杀他，杀他！杀他！看，战至巅峰的金色羽，最终会为哪支队伍落下？